就我沙子啊，沙子的箱子里的颜色是别的颜色，在这里，可能那不是那同个矿物，要活化，活化水晶碎片。嗯，他地狱挖到也是，就是地狱石上面有白白的东西。对啊，白白的，对，它有白白的颗粒啊，白白的颗粒，好，是的。或是你有活化工具的话，也可以直接用活化工具去挖。对啊，我们就是现在就是先用附在矿活化工具绑定结上啊，或手柄上，然后去地狱挖石头。嗯，哦，这样就会有那个碎片了。对，对，他挖的时候有机会会掉碎片。那这样子比较快啊，很快啊，对，快很多。所以我都去地狱玩。啊，可是我这个的话。要出租你工具吗？好啊，你只要付那个修理费而已吧。对啊，修理是哪一个？耐酸铝。我的是有耐酸铝，或是锤子的话是铁锭啊。哪个比较快？锤子比较铲的效率比较高。好，锤子去哪了？都在地狱了，就走地狱过去吧。欸，我的锤子去哪了？我收起来吧。锤子，锤子，锤子。玩完植物魔法，不用啊，去小雨家玩就好了。有人玩的就直接去他家弄就好啦。对啊，对啊，方便欸。我的锤子。对啊，他进度不够快，就是叫他快一点啊。对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就是小雨快点，缺你的东西，缺你。快点，你的研究进度快一点。哦，这不能差哦，好吧。看一下，哦，金铜、绿宝石、金铜、绿宝石。没有啦，有哈基喇叭坏掉，不要欺负他哦。欸，不够。那我装备丢进去要怎么启动它？这样，嗯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哦，耐久度要满了，想起来还我。那去云月家里先租个武器。安安，嗯。欸，对。然后去找一块地，把那边都挖开来。就可以挖到很多的碎片。废了，欸，真棒。还是你要借我的，欸，我也可以啊。如果说我挖完再把那个石头放回去，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刷碎片啊？应该可以，可以，因为我那时候在补那个补路的时候发现啊，这边多一个，然后就敲掉那一个，就给我碎片了。他进来干嘛？东西啊，好，啊，那就是那这就是那个啊，种子啊，就是精华种子啊，精华植物啦。哦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用哦。对呀，好外挂哦，自动采收吗？对啊。对啊，我在自动采收啊，这个，然后中间是加速生长啊。哦，基本上我的精华木精华是越来越多啊，所以我这样子用的话是等于无限能源啊。一得植物把一个可以让地板漂浮起来，锤子给你。锤子好像，你有吸到吗？有啊。OK， 火化。挖矿喽！你的锤子速度多少？8.04。挖地狱很够了啦！哇，你的比我还快。金属，所以这个我要怎么用啊？哦，你还没用好吗？小声。嗯。啊。啊你突然哈一下，好大声。所以，哦，声音很小声是不是？哦，怎么又大哈几下了？那我调大一点，我把你们调小一点好了。好，这样子，这样比较平衡。这样子好了。好，云友来了，那本借我玩。看一下，右键激活。我赖了，这本我赖了。对啊，是这个啊。那怎么玩啊？这样子 OK 吧？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呦，你不是说这本吗？一下，好像不是哎，对不起。我又买错台了，感觉你迟早都用到。可是，
我又买错台 APP 了吗？我去单机帮你看。好好好。诶、欸、又买错了。对啊，又买错了。有人说这本没错啊。分析仪灰色的到底是哪一个啊？啊，今天想去哪里吗？我不知道耶，我想到去远一点。你怎么跑那么快啊？哦，你这飞的。应该是这个吧，绿色的这一台，它看起来像是蜜蜂的。那你坐吧，没关系，都买，都买可以，我都买。看一下，我再回去。这一台，金锭、锡锭、分析仪，灰色的，白色的，嗯。我看到有一个是绿色，然后中间好像有蜜蜂的样子啦，应该是这一台吧。查蜜蜂基因。的要是什么？有练神哦。辨析式多用分析仪。我的是英文的，没关系，我再买一台试试看。哎、欸，你打到的东西全部吸到你家去了，我根本都没有打到。没关系，它会拍在你身上。如果是碎片的话，会掉你身上。哦、对，有看到了。哦。都是什么？辨析式哦。大便吸屎，大便吸屎，吸屎什么啦？老塞啊！吸的耶！yeah. 全部都买就不用怕买错了，我没关系，我觉得我迟早全部都买起来。这个。他连一般这是因为那个吸不进去是不是？活化水晶碎片。对，因为他不是判定你锤子敲出来的，他是判定你锤子敲出来之后他才掉出来的东西。哦，是不是很容易爆啊？爆我那耐久。对啊。哦，对啊，那个耐久不是说很高，而且你在地狱敲蛮快的，那就敲很快。因为你查这个啊。这个型号可能是你想要的这个型号啊我查看看啊，等一下哦，想去看小雨的植物魔法到哪了，去看他的影片咯。对啊，他比较常私下玩啊，所以这个型号嗯哦 PRO 好了 UR 还是 PRO 啊 UR 来了，开始自虐了。我们练到多少啊？5000好了，我们再移动。5000大概一个小时吧。你就这样挂着啊？聊天啊？好行。聊天台，聊天台。可以。就都在这边挂着。嗯？谁敢 TP 我，谁就得死。没有搬家啦，我只是回家啦，还没搬家啦。我找不到这个型号哎、欸。啊？哦，是这个这台吗？哦，有，应该是这台吧？也、欸、不是啊，这台不是这样啊。辨析式分析仪空白查是什么？查的查跟调查的查。没关系，我又做了一台 APP。好。查。可是这台 APP 感觉也不像啊。可是抖 M 啊，我是在刷装备啊。有用那个有啊，今天 Moco 妈妈下午的时候成功。啊，昨天团团在玩的时候，因为 OBS 就是打不开，结果失败了。什么东西？我在测试的东西。的东西。然后最近有看什么动漫啊？没有哎、欸。啊，那个好很好看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灰夜姬还是什么灰夜姬不是灰夜姬啦，那个我一开始以为他不是说很好看，但是看了之后觉得超好笑的，那叫什么，看一下哪一个啊、对啊，灰夜姬想让人告白那一部好看啊，好看哦，对，好看。我一开始看吧、欸、我一开始以为就只是单纯的恋爱向的那个动画而已，但是看了之后觉得太好笑了。你就都推了，那等一下晚上来看啦啊。
哈啦，看看看看看看，可以看，那一部可以看。好，好，感谢小七点。哎、欸，我 A P P 又买错台了啦。就不是这一台吗？哎、欸，你们真的是乱推销哎、欸。很适合当推销员哦。哦，这样子哦，不然你再加购这一台，只要半价就好。这台怎么用啊？感觉像是买对了吗？新年快乐，感谢300块。但是我不会用啊。那我去一下，等我一下，这边有点热。我看一下，要激活提示本，请按住。哦，是不是我没有按设快捷键啊？啊，你就是那种老人，有没有不会用手机就去乱骂人家那一种？对不起，是那种长辈。对不起，长辈啦。原来是长辈的部分。掉进去。你跟你换东西是几比几？啊，什么东西几比几？就火花水瓶。你叫他中一样东西是十个。哦，好，我已经挖了11个了。欸、其实很划算诶，十个很好挖诶。对啊，你可以订购矿物真好。可是我种一个矿物的话，一颗植物我只需要4个啊。哦、那你也是算赚啦、啊。对啊，其实他还是要工本啊。就是就其他就是工我的工工钱啊，对啊。要蜂蜜之类的去分析啊，对你他那个东西要你去打掉那个蜂巢得到的那个。蜂蜜还是蜂箱什么东西拿去？蜂巢，我有蜂窝啊。那你那要不要加点柠檬啊？你要蜂蜜柠檬了吗？我会渴，你不要逼我出去买。嘿嘿嘿。你想哦，后面哈迪不在。昨天果果玩累了。所以我是要有蜂蜜才能够去启动它吗？敲个蜜蜂夹。有啊，我现在身上是有蜂巢啊。你身上有蜂巢？哎、欸，是这个吗？有了吗？我又看到新的，又新的型号了吗？对，我要来买了，买！我又看到一台了。然后回家过年送给那些小孩子，哎、欸，这个是我多买的，拿去用，拿去玩，拿去玩。我又找到新的 APP 啊！绝对不要点全糖，我后悔了。哎、欸，我以前做手摇饮料，我也试过全糖，我喝咻，那吸一口马上吐掉了。那太甜了啦，就是糖水啊，欸、而且还是以前我都喝全糖、欸，哎，我现在不行了，牙齿喝下去会痛。现在觉得哦，天，全糖好甜哦，甜爆了，怎么喝啊？真的，还是以前的全糖跟现在的全糖不一样、啊？我觉得有变哎、欸。啊，我觉得是我小孩子爱吃甜，对啊，是他的糖长大了，变多了，哦、含糖量增加。啊，这耐久下面就是减又加，减又加，早知道我就这样子了，就不用出来泡盐那个泡水了。哦，我好像真的买对了，这台应该可以用啊。哦，可以，我买对了，我买对了。哎哎哎哎！引诱翼不要，引诱翼被助手。可是我需要封地啊！引诱翼是很强的敌人哦。哎、欸，那你很可怜哎、欸啊，你听不到他叫，你是直接被炸才有反应的那一种、欸。对啊，我看到火飞过去，又回头看那个引诱翼那边看我。嗨，要不要点全糖啊？点全糖伤身体啊！真的不要点啦、啊，很可怕、啊。嗯，应该是要离心机吧？对，我要离心机。离心机需要玻璃青铜。OK， 玻璃铜、青铜。哎、欸，我买了好多台 APP 哦，有没有人要啊？先放着嘛，有需要再去你家看一下 APP 啊。好啦，我就放着。全糖是可以蚁人喝的。不会啦，你全糖喝下去，马桶上面就是蚂蚁了。超可怕！嗯、真的啊，讲真的哎、欸。还有半夜尿尿会有蚂蚁来咬你好痛哦，咬哪里啊？要嘛嘴巴，要嘛我懂了，
要么嘴巴，还有嘴巴跟嘴巴对，还有嘴巴跑进耳朵里面之类的啊。哦，讲的我耳朵突然好痒哦。哦，你们两个昨天都不在，我们两个昨天多干呐、啊？怎么了？就很。就人太少了，聊不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变成我们两个人很认真研究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你们又不来，那我没办法。我昨天在干嘛？我昨天干嘛？昨天开台啊。昨天在吃鸡。哦，哎呦，啊，就没办法。这时候电脑这边还没装 ATM， 这也是刚刚装了一小时啊。杰克也不来。对呀、啊。哦，昨天研究这个喇叭多好玩啊。真的喇叭，该去下一下了。我是大概知道了啦，你就爱乱看啦、啊哦。我是还没看啦，可是我大概知道你想干嘛了。不要偷看台，平时不看精华，这时候才看。我有在看，好不好？那我问你，那个繁星前天出的影片是什么？我现在看一下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都是135一个影片，246一个精华哦。哦，不管看个，哎、欸，而且它夜视效果好不耗耐久、哦，不耗耐久。对啊，不太耗耐久。听课的装备的，对啊。对啊，我可以有夜视哦。有啊，就跟你讲说有夜视，你就喜欢用那个东西，你就宠坏了哦。啊，它方便制作，超方便。不要，你还是去你的邪门歪道吧。对，我们这些名流正派的不需要你。我就跟你讲说，我们听课有夜视，你一直不听。好啦，不要同流合污，然后自己默默讲完，自己把头上的东西拔下来。对，已经拔下，这边吵。来看他搜寻夜视两个字，你找护目镜。护目镜，木工机。有没有想要弃暗投明啊？我先挖那个火花水。好，你就不要给我找。你就不要给我找哦。好。哇，聊到已经1000多了，我觉得可以耶。不然我们就练到他升级吧，在这个画面。有没有冷冷的过年，让大家有暖暖的画面？好啦，因为我挖了15个，可以，就放箱子吧，加上之前的，嗯，这好棒哦，那你不放就那个放个告示牌什么之类的，影月矿物区，哎、欸，这什么贩卖部，影月贩卖部，啊，要订购什么跟我讲，对，先把活化水晶丢进去，再丢一张纸说你要订购什么。你可以放个这个一张纸订单之类的，就方便可以这样子用订购这样子，好像不错哦。对啊，嗯，碎片我放哪里啊？之后是想要用、啊，哎呦，你就放我旁边的箱子啊。你旁边的箱子，你这里啊，农田的箱子。你在哪里？农田那边哦，农田这边的箱子这个。有啊啊！你把田踩坏了，好、哦、没有？哦，我改一下标题，今天没有要改东西。哎、欸，他彩绘不会怎么样啊？你可能没有彩到吧？你可能成功了、啊。新年快乐，猪年行大运。这是什么符号、啊？欧元吗？所以因为你看这一格是有坏掉的吗？这一格没有啊，没坏。啊，现在有坏了吗？坏了。坏人，罚你再给10个。塞进去，然后种回去吧。刚刚是什么？刚刚是哪一个啊？这个吗？我身上有下级精华，也有木精华。是木头吗？那个是木头吗？木精华，木头已经有种了、啊。英镑，哇！你就把它放箱子吧。感谢八英镑，四英镑、哦。这还有，好猛哦！哇哦，我吸都不少东西。你是不是那个打开啊？幸运硬币啊？幸运币关掉啦！我关掉，感谢我好好点一下东西，在那边只吸东西，说哎，为什么一直有东西啊？奇怪，怎么东西喷到我身上啊？为什么？莫名其妙，怎么一直有东西飞过来啊？我忘记关了嘛。感谢。Yeah, you should.
炼狱西武是谁啊？对不起。Google 念的名字。炼狱西武是哪一个？哦，啊，你要什么？同根席，同根席在这两个，啊，这两个。哎，Google 会直接把你的名字翻译出来，感谢许小姐。感谢你。然后我现在先养蜜蜂。哦，好棒哦！有音乐真好。对啊，真的有音乐真好。种田哦，真的有音乐超好的。是是是是是，种田了种田了，我要种，我要开始养蜜蜂了。好，那我不用养了，太好了。蜂箱，蜂箱需要这个。还要搬砖。原木绕一圈，木工机好。原木还不够。哎，那我把蜜蜂都丢到你家好不好？哦，好啊，我旁边做个箱子让你放好啊。好，耶，yeah, ，太好了。那白天是个农，白天是个农夫跟养蜂人，晚上是个割手手的坏人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因为我随时没回还你。不用还了。再做就有了是不是，那把很贵呢，不要啦，那把很贵呢，对啊，哇，啊，音乐都没有钱，这把小锤子音乐看不起啦，对，不是不是啦，等级是他的等级啦，啊，那把多少啦，这把，熟练呢，36000，我快达成了。哎、欸，我多买了一台 APP 啦，自己多帮我订一台啦。APP， 我说自己帮我多订一台 APP 啦。啊，我把你的锤子放里面啊。好，放里面。自己多买一台啦。哦，有吓到我了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在看手。感谢超级留言。蜂巢耶，自虐台没有没有没有，这叫做修炼台，修炼爱情的心酸。嗯，我们这边烧完之后要去做个针灸，来针灸一下，很温暖。再来就是来针灸，所以它一定要特定的木头，不能。不能原始的木头哦，棒，可以抗燃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八组可以换水，不是液体哦，看一下它的水哦，种子油，它叫种子油。这是什么模组包？种子油的话需要没有针灸是被仙人掌扎。哦，需要榨汁机。操，我本身就是一个会动的仙人掌啦。哦，好，我吃水。榨汁机，我真的很怕它画面突然卡住不动，哎，让我死掉死在里面哎。你说岩浆吗？对啊，不然画面卡住不动，就惊哎呢。好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好的，洗耶！被刷怪塔那边刺，那边太慢了啦，还要等姑公射，我有时候还射不到。看这个是一秒大概三下的东西，对，就不动了，好恐怖、哦。那我应该做个裤子好了。哎、欸，团团也在，然后裤子的附魔就比较弱了，哦，比较弱，不是附魔啊，裤子的配件是指放药水瓶，啊，放药水瓶，对，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头是夜视效果嘛，嗯，或者是你可以跟那个 Ultima 一样，就是可以把视野放大，哦，就是选一个。然后衣服的话是有隐身、有滑翔这种东西，然后裤子腰带是只能放药水瓶。
狗狗不是一直看我被杀，是因为我手上有肉了，你看。他想吃肉。三。装备裤子。好，裤子是要两个正方形，一个饼干。好。两个正方形，一个饼干。没事，不要理我。你饿了吗？吃饼干。要擦裤子。修炼什么？没玩过模组，所以不知道。我在修炼我的装备。装备只要挨到一下伤害，就是加一经验。所以还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加更多？不然这样我还是觉得有点慢。炸自己。对啊，不用报说谁给多少钱。这个我知道就好，大家知道就好，不用讲出来。然后跟一些小孩子讲一下哦，问别人赚多少或薪水多少是非常没礼貌的哦，超级没礼貌。长大之后如果不要做这种大人，回亲戚家都会说啊，你这个是赚多少钱啊？现在工作赚多少啊？真的，真的是。说出来，然后讲如果讲太低，就哎呦，那、啊、你不打算换工作？对啊，讲太高说哇，这么好做哦，啊，你这样子是不是很轻松？对啊，很轻松哦，真、哦、的、这个、是轻松哦，你来做，你来做，真的。我那时就吃我奶奶的寿宴，就被问说啊，你现在在家画画赚得多吗？我就跟他讲说，哇、哦，好多、哦，超好赚的啊，是不是很轻松啊？我说对啊，超轻松啊，你在家里做就好了。我说对啊。在家里做就好啦。对啊，哦，就糊弄过去，真的。这个时候，对啊，问这个超没礼貌。人家回他，我赚不多，你要借我吗？就跟你爸妈说啊，你家去缴，刚借钱。啊不然你就跟我问说我赚多少啊，是要借我小对啊，来来来，刚才讲错了，自己刚才去借钱的，跟我问啊，那就没礼貌的，我就跟他借钱啊，对啊。这个哦，这样子吗？均衡一下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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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，世上轻松的工作都被抢走了，轻松工作轮不到你、啊、他说世上没有轻松的工作，有的话也被抢走了、啊、行行业业都有他辛苦的地方啊，只是你没看到而已啊。对啊，大家都只是看到说哇赚千万耶、啊、你要想人家赚了十年赚一千万，你能吗？对啊，坚持了下去，人家努力了十年，每年的那个要努力的地方都不一样，他说变就变，然后一下改这一下改那个的。人家在辛苦的时候你没看到啊，你只看到他最好的那个时段啊。哎呀，大家都喜欢这样报啊，都喜欢看好的不看坏的啊。哎呀，什么网红轻松赚啊。哦对，看这标题真的是哦、哎、超会吓、欸、气死。哎呀，那不然这么轻松你拿来赚吗？哎呀，你来啊，那你要会经营啊，什么要会啊。这么厉害，你们赚吗？感谢捧花。感谢捧花。所以有人知道吗？那位教我那什么飞镖耐久可以补号的，你知道怎么升装备等级吗？都是用肝换来的啊，以后就是要用钱来养肝的、啊。真的。对，我知道。十一。护甲用什么比较好啊？哦，你可以用那酸女啦，不是，拍子讲错了。你可以跟做裤子，你用那个啊，青金石啊，那种金链青金石，防御加蛮高的哦。金链青金石，看一下。你要金链的东西，你去杰克家雷射一下就好了。雷射一下，丢一下就有了。去丢，丢。你要不要整个身体要丢一下？啊，丢一下。那我扔进去里面丢一下会怎么样？不会怎样。不会怎么样。会变成经典一下吗？经典哈记。
有香精洗，垃圾水晶。哎、欸，所以西瓜丢上去会变香精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认真的啦，因为他就是把一个东西变得很抛光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好，抛光。允月，哎，你那边木是什么东西都种得出来吗？哎、欸，不一定，它基础元素基本上都种得出来。对，太高难度的就不行了。太高级的目前还不能种，例如钻石跟绿宝石，那个我还缺材料。好，啊，玄钢嘞？我还是想用玄钢。我看一下玄钢，玄钢。因为我之后想直接改玄钢了。嗯，玄。哎、欸，不用啊，我们那时候不是有用什么合金？我改用那个好了。玄充能合金还是脉冲合金？脉冲合金。钢、阴钢有阴钢，哎，阴钢到底怎么合啊？阴钢，它不是那个按 U 按 R 还是什么？看一下啊，阴钢的话，它需要锈加铁，然后铁二锈一。就青金石水晶这个吗？对，水晶这个东西可以到我家用，烫一下就好了。有，都有，揪一下就有了。各自可以用的东西，这样好玩啊。玄钢现在种不出来，没关系，以后才种得出来。刚刚说什么阴钢哦？嗯，找不到阴钢的话需要锈一铁二。是一个金一个锈吗？还是有镍？哦，镍哦，镍不是锈，镍哦哦哦哦，镍。那我问一下，大理石种得出来吗？大理石，你要种大理石干嘛？种大理石干嘛？你要美化了 哦？对，你那个药是不是？嗯，只是我不知道那个量是需要多啦。大理石可以啊，大理石可以种啊，大理石很好种。你家庭哎，不要乱打一些欧悲哀的字哦。嗯，我再看一下。那如果 Moco 经过那个金链器，会不会变僵尸猪人吗？化学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会掉啊？我最会咬这种了。化学这个东西已经离我不知道多久啦。对啊，所以我才不玩那个哎、欸，缺氧。刚哦，这个得到了，几百年了，合金铁二，青金石吗？还是好，青金石啊，哦，绿宝石基底的那个好像不错哎，耐酸铝，防御到40哦。我问一下，这赛德斯精华我可以都拿走吗？你练装备会涨千能涨，可是基本上都只有你在用而已吧？啊，那我多拿一点。可是。我泡岩浆会回耐久啊，哦，所以大家也都是这样子练装备的、哦。好，哎、欸，没吓到了，刚刚看到聊天室喽，感谢超级留言，先看到了，被我看到喽，不要再说我不看聊天室哦，我会看哦。这只兔子挡到这边，我位置。打字机打好久、哦，感谢超级留言，哇，发红包哎、欸，真棒！每次在看装备那个材部件，就想很像在购物有沒有，就是看像看哪一件比较好，要搭什么好呢？搭什么好嘞？咖喱要吃哦，晚上吃什么菜搭什么嘞？这里每次都会跌下去，我要把这里填起来。捡起来，哎、欸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自己在家里盖暮光森林的传送顶。那雨月，我先委托个那个大理石，大理石，好好。啊，这要放哪？那个水晶吗？对，放这个箱子。大理石嘛，斧头丢进去变红色吗？不好说，你可能人要下去才有可能变红色哦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怎么蓝色啊？是直接做？还是直接做那个啊？嗯，什么金链
红石的就好了。我不知道，还没用过。装备加的经验是看被打的次数还是被看打的方式？装备就是被打，你被打一下就是次数啦。被打的伤害吗？那我去刷凋零骷髅就好啦，去刷凋零就好啦。啊、到底是找这个就好了，不要再砸钱啦。因为孤跟阿迪特应该也还不行吧？玩挂机装。孤，我看看。孤、哦，对耶，可以。啊，阿迪特，可以，两个都可以。那我就顺便吧，可是我还是要下来修它、啊。哦，顺便委托了，搞不好之后大家也都会用了。你用什么？阿迪特吗？阿迪特跟孤啊。哦。来，我帮你付一半啦，过来拿十块钱。没有啦，我想说就让他大，能大量的话。不用大量。行、欸，发红包，感谢月灵原矿，又是300块，感谢。原型吗？我应该是有。哇，这是什么符号？哦，是泰文，不是泰文，是南文，印度。啊、感谢红包，大理石。哇，感觉要比我生日砸的还要多嘞。画面好晃。那我们看这个吧。问一下，装备主要的护甲值是看哪一个部件、啊、就那个、啊、第一个啊，基底啊。嗯，我现在就在挑，因为我现在挑出来防御超低。看基底啊，现在挑基底至少要好一点，然后它的特殊效果要也要，它的汤底要什么，然后配料要什么。哎、欸，还有那个什么不要用哦，就是它的基底对吧？配件如果有一些什么工具、艾斯那些，感觉是没有用哦。我测试过了，所以你们可以挑掉了。嗯，是无感的那种。仙人掌放岩浆下面有用吗？仙人掌放岩浆？小，那我踩在这边看看，是。哦，怎么办？我研究一下，想一下。那仙人掌附近不能有东西啊。嗯。我敲掉，这样就有了吧？有了。哇塞，脉冲合金也太高了吧？50，很高啊。后面还有100多的。现阶段呢、啊，我能做的应该就脉冲合金。嗯。然后这个。然后阿迪特嘛，阿迪特跟孤。嗯。菇、沙子、金质珊瑚钉、四阶种子哦，哇，这么贵啊！四阶，嗯，防御力100多，三阶，你说什么？恐惧金属之类的吧？我突然想用那个、欸，是用精华做的装备，然后再去拿去挖矿。精华做的装备。就是初级精、下级精华、初级精华那种啊，不是有活化？嗯嗯，他是说使你的工具没用啊，武器没用。我就是讲，我刚刚就讲这个，你要附在工具上面才有用。对，我已经试过了啊，所以他装备不能赋予到工具哦。对，我昨天就都已经想好要怎么搭一个神装出来了，不知我被打脸了。